大家好，今天要推荐的摇滚人7080后肯定是如雷贯耳，太年轻的朋友估计很少听过，因为毕竟这些年他越来越低调，但是他在中国摇滚史上的分量是不轻的。他参与过中国摇滚史上多支知名摇滚乐队，也参与过众多的脍炙人口的摇滚乐和摇滚专辑的制作，无不感叹涉猎音乐风格之广，合作乐手乐队之多，江湖消息之少，为乐迷津津乐道，沉静的音乐中具有一种老炮精神，低调而内敛。陈静1967年生于北京，自幼随父亲学习二胡演奏，中学开始自学吉他、口琴、贝斯、爵士鼓等乐器演奏。1988年至1990年与常宽、张卫宁、张牧阳等人组建宝贝兄弟乐队。据后来陈静采访时表示，当时那会组乐队基本上都是边学习边尝试自己创作歌曲，而当时乐队成立没有贝斯手，常宽也是与陈静说让他尝试下贝斯，后来陈静就专职贝斯手了。1991年至1992年初组建红色部队乐队，并参加中国火一的录制，歌曲类收录其中。后来红色部队的成员做生意的做生意，开公司的开公司，目前只有陈静和马上又在进行音乐创作，而当年马上又并不是叫这个名字。关于红色部队的泪，陈静在采访的时候进行了更正，当年的这个歌不是他唱的，是当年红色部队的贝斯手吴运涛唱的，说是当年魔岩唱片出中国火一的时候，当时文案错误，摇滚史上的错误，历史遗留问题。1992年加盟香港大地唱片公司，同年与窦唯、余伟明、白芳林、吴珂组建做梦乐队，并参加电影《北京人种》的拍摄。当年这部电影是崔健和当时的导演刘源对北京摇滚先锋艺术人的地下电影。陈静在后来被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参加过这么多乐队，与窦唯的做梦乐队是最有意思的，虽然很短暂。其实在做窦唯那期的时候我就提到过，窦唯组建做梦乐队的初衷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音乐，当时黄金年代的摇滚乐是有斗志的摇滚精神。窦唯专辑《黑梦》80%的歌都是做梦乐队时期创作的。对于窦唯，陈静也是表示非常欣赏他的，包括窦唯至今的音乐也是作曲都是一流的。1992年年底做梦乐队解散，后来录制摇滚北京三、纪念张炬等专辑。1993年陈静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红头绳》，当时参与制作这张专辑的乐队成员，吉他艾迪、曹军，贝斯王迪，鼓手张永光、赵牧阳，键盘阿罗，口琴崔健，小号崔健，萨克斯刘源，唢呐刘源，小提琴梁大南。从以上的乐手来看，可以称得上明星乐队，包括 Edu 乐队、崔健、呼吸乐队成员等。这张专辑是中国摇滚乐史上最早的多元化专辑之一，那里面既有 Reggae 也有 Funk， 既有说唱还有摇滚，还有他们这一代乐手很难避免的典型早期中式摇滚的风格。有人说是崔健的风格，其实并不是谁谁谁的风格，也不是在模仿谁，摇滚没有模仿，只是类型不一样。崔健是中国摇滚的代表和领路人，这就像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挥，前方是摇滚，大家选择不同的路径前冲，这样才成就了那个黄金时代。其实第一代摇滚人他们的眼界很宽，他们的胃口很大，但他们的传统却根深蒂固，而陈静不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也就难怪他会在近20年的音乐生涯中穿行于如此之多的乐队中担任乐手。再看一看这些乐队的曲风，更是南腔北调、南辕北辙，整个一典型时代中的典型人物。在这张专辑里，《逼上梁山》是最容易上口的一首，谁都能吼那么一亮嗓子，在醉酒的午夜大街，吹着口哨，嬉皮笑脸的，似乎生活就是有酒有肉有朋友，不求更多，今朝有酒今朝醉。1995年，陈静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雾气里的昆虫》，这张专辑则有了专攻的曲风方向 post-punk。 从这方面来讲，其实中国早期的摇滚艺人与早期的乐评人真的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在专业本职工作之外，更多的还需要扮演启蒙者、推荐者、尝试者的角色。陈静的这张专辑无疑就是把自己同时推到了实验者和被实验者的双重角色上，
当然，雾气里的昆虫所要实践的 post-punk 毕竟还是过渡期的产物，其形式上的尝试远远要大于音乐文化意义上的开拓。出现在这张专辑中的 B-67 乐队阵容基本由吉他萧一平、贝斯陈静、键盘图图和鼓手于伟宁构成，全是第二代摇滚乐手中的佼佼者。图图来自腾格尔的苍狼乐队，于伟宁则继承了中国摇滚鼓手流浪的传统，同时在做梦、学位等几支昙花民团中担任乐手，而其最有名的一次留影则就是1994年红毯演唱会中作为何勇乐队的鼓手亮相香港。萧一平是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回忆，当年他也曾经在晚间新闻、兽人、苍狼、金币等多支乐队中担任吉他手，并在豹妹林小燕、郑钧第三只眼等专辑中充当蝗虫，堪称是比李延亮更早一代的中国摇滚百搭型吉他手。但不管如何，这些乐队汇聚一处，他们虽然各有特点，但却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爱好庞杂，涉猎广泛。这也就注定了雾气里的昆虫那种在 post-punk 以外的混血气质。这张专辑也是大地唱片在1995年以大地现代音乐群的概念推向市场的三张专辑中的一张。虽然和魔岩文化的魔岩三杰相比，前者在商业上败得一塌糊涂，但历史还是应该为他们留下足够的位置。只不过一直骑行的内地音像发行业还要为本来就苦命的兄妹三踩上落井下石的一脚，让这三张本来就是口碑胜过市场的专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不能用 CD 这种先进的介质去发挥他们在口碑市场中的潜能。其中濒危的断翅的蝴蝶稍好一点，终于在2001年由改组后的大地唱片以改专辑名、加歌、换封面、打乱歌序等方式屈辱的面世。而金武林的失乐园则到了2006年才被资深歌迷从大地唱片的曲库中捞了出来，以私人出资的形式重现江湖。最后终于轮到了陈静，雾气里的昆虫也因此成为当年大地现代音乐群中最后一张以 CD 形式出现在市场的专辑。而它的发行商更是彰显中特色，它不是国营民营，也不是合资，而是一家位于河北名叫金明音像的音像店。看来要满足歌迷的耳朵，永远只能靠歌迷自己。在1992年至1997年期间，陈静也为艾静、老狼、井冈山、玉东等歌手创作歌曲，并参与编曲、录制工作，至1997年离开大地。1999年与窦唯、小帆、欧歌共同组建异乐队，录制《幻听》《雨虚》两张专辑。陈静和窦唯可以说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也是在80年代就认识了。不单单是异乐队，后来窦唯组建的不一定乐队，陈静也在早期参与过。他跟窦唯认识是在一个公交车站，他背着一把琴在等车，窦唯就过来说话。那时候对于背吉他出行的人都是非常特殊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玩摇滚的人都是渴望相互认识。陈静问窦唯是不是去排练，窦唯说是。陈静又问你是不是跟谁谁谁一起吗，窦唯说自己是另一波的。那个年代玩摇滚的就那么多人，基本上都相互知道，圈子不大，两人不是一个地方，但是是同一个方向，坐同一趟车，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2002年底，陈静以贝斯手身份加入二手玫瑰乐队，成员梁龙主唱，王玉琪吉他，陈静贝斯，张悦鼓手，吴泽坤吴泽坤是大名鼎鼎的前轮回乐队主唱吴彤的侄子，家族都是玩吹奏民乐的大师。2003年中旬参与发行了二手玫瑰乐队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二手玫瑰》。2004年，陈静离开了二手玫瑰乐队。2007年，陈静发行 EP《喉咙》，这张 EP 的风格太有做梦乐队时候的味道了，超级棒！陈静不愧是多元化的摇滚人。2010年，陈静发行了他的个人第三张专辑《自由穿行》。专辑首发的时候，何勇、二手玫瑰、梁龙、吴泽坤，还有王蓝、山小帆、于伟宁、脑浊乐队的萧荣都来帮助助阵。这张专辑让有的歌迷觉得风格偏差有点大，其实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2015年，陈静又无声无息地推出了他的个人第四张专辑《大步看世界》。陈静低调的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如果不是做他的特辑，我都不知道这张专辑。就像窦唯一样，突然想起要去听听他的歌的时候，就发现突然出现很多新的歌。
这张专辑还没有全部听完，听了几首歌，感觉他的音乐并不是简单了，只是少了过多的花式炫技，就如同他现在的心态一样风轻云淡。其实仔细聆听陈静的几张专辑，如果说知名度的话，虽然没有其他摇滚人那么大热，但是他的专辑中总有那么几首让你感觉惊艳和难忘的佳作，而且都是不同风格的。即使在1992年签约大地唱片成为一个歌手前，陈静就已经拥有了宝贝兄弟、大鸟、红色部队、做梦等乐团的履历，而在离开大地唱片后，陈静又回归了贝斯手的本色，陆续参与了窦唯一、不一定、二手玫瑰等多支乐队，而且从其加盟的乐队风格来看，意识融合爵士和民族摇滚，五花八门都有。而这种性格在陈静做独立歌手这段时间明显表现出来，他能将所有风格都玩得很像，这也使他的专辑风格跨度非常的大。其实在他不发专辑的时候，他都是做回乐队或者参与录制，这也显示了他更是一个玩音乐的典型代表。当然他也享受那些曾经一起经历过辉煌岁月的老摇滚人与他们没事玩玩音乐。对于摇滚乐，陈静表示唱片不赚钱，但是音乐还是要做，这也许就是这些老摇滚人最后的傲骨吧，坚持音乐。现在是音乐节多了，乐队多了，但是很少有像过去那些记忆犹新、热血沸腾的作品。其实包括陈静的这些老摇滚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过去的时代，他们经历了时代的变革，用充满斗志的摇滚精神使摇滚乐抒发出心中的善恶美丑。如今的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些摇滚人不愿随波逐流，又想保留谨慎的摇滚精神，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如同窦唯一样，默默地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为了能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优秀摇滚和中国的这些老摇滚，恳请大家长按点赞三秒钟，点击强烈推荐，更多的强烈推荐能够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咱们的老摇滚人多么优秀，那个年代是个值得铭记的年代。
门再被打开，关闭不了伤害。怀疑过一些，精神困扰前，曾不顾一切，安静被迫